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航班 CZ327， 本次航班由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。本次航班的预定航线距离为12094公里，预计在空中飞行12小时55分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为了飞行安全，在整个航程中，请您关闭手机或设置为飞行模式。祝您旅途愉快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飞机即将降落洛杉矶国际机场，我们下次旅途再会。